对哈，前膝弯曲，好，这是你教练刚刚有讲，我们打完前臂啊，板夹住，踩下来的同时，你啊，这动作才好看，嘿，哦，噌，对，夹腿的高度出去多高，回来就多高，放下的同时，哦，这都基本动作，前膝弯曲哦。哎，哦，撑，哎，要不然夹腿夹回来的时候停顿一下，再打下去，啊，哎，哦，撑，好，等一下，现在教练要求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都看不到，是那个，回来的时候很快就放下，后面，哎。二、三、夹住，没有放，没有放，哎，夹住，四、三，这样，二，再来一次喽，哎，哇，二、三、夹住，四，他打基本动作了，哦，仰仰前膝弯曲。养成习惯。一、二、三，夹住，夹住，夹住，四。哎，懂吗？是这样子吗？一、二、三，四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四。哦，前踢要踢出来哦，前踢要踢出来。不要为了要夹腿，前踢就踢不出来啊、哦！二、三、四。还是不只是第一个。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二、三。好像没有第四啊，现在只有一、二、第三的时候。裁判脚旗现在脚旗要两段以上。初段就可以，两段以上。哎，两段以上了哈。三，对，好多了啊。记得啊，不能大心。哎，初段没有什么意义，就是门票而已。拿到黑带了。对，是门票而已，还不能做事情。三，对，就是可以夹住。我们要做的是，你看，怎么？没有，这个不违法，这个不违法。裁判讲义教练，那个感觉不是第一个，我只想要了解。